要讲到面面俱到，就得要唠唠叨叨。刚才那些只算是冰山一角，这个起居空间才是你的小目标。斜梁屋顶呼应着客厅的对称挑高，横跨五米的实木横梁撑起整个厨房，滑轨射灯照亮 C 位中岛，这样的设计真是大处见工细处见巧。厨房的侧面对着后院，为的呀不是透光，要的是借个小景来点暗香，绿意满堂才能兼顾色香。我们是 Kelly and Tian， 这里是 Remuera 的32号 Crocus Place。 家的味道源自对生活的理解与爱意，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百味。